天呢，时间还早，那就喝杯咖啡再出门吧。我呢，最近喝的咖啡都是EDIYA家的。EDIYA咖啡品牌的产品拥有3200个最大卖场，然后他们会根据顾客的喜好来生产，这叫做投其所好。而且呢，它还是韩国第一家在咖啡专卖店中还设立了EDIYA咖啡研究所的，就能够让你找到更好的咖啡。我选它是因为它专业，味道呢也没有以前那么涩口了，变得更加的醇厚。黄色包装的三合一咖啡，想必大家都已经喝过了吧？而这款蓝色的咖啡，想必大家都是第一次见到。这款蓝色的咖啡呢，就是EDIYA独家生产的新品 GOLDBLEND 咖啡。它采用的EDIYA特殊技术制成，喝 GOLDBLEND 的时候可以感觉到柔软的口感和丰富的牛奶，回味无穷。喝进去呢，你会感觉到口感非常的柔顺香甜，没有黑咖啡那么苦，有一股很甜美的牛奶香味，刺激我们昏沉的大脑，让我们整个人都充满干劲。而且它还带着咖啡豆的醇香，回甘呢也是很饱满的味道。我还入手了 Mocha Blend 和泰菲榛果拿铁，两种呢都是EDIYA的人气商品。Mocha Blend 呢也是一种三合一的咖啡，我也是找了很久才找到这个让我念念不忘的配方比例，感觉咖啡、奶油和糖都刚刚好，浓浓的咖啡豆香气，余味呢还很浓郁香醇。而另外一款泰菲拿铁呢，里面有嚼劲十足的坚果，非常适合喜欢泰菲糖的焦糖口味的朋友们哦。早上喝或下午茶都挑不出任何毛病。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里了，精致的猪猪男孩要出门了，拜拜。